主角在野外发现水流流速异常，经过计算即将发生大洪水，而专家不信 Bullshit。 主角四处收集数据，发现地下河水急促，墙壁不断渗水，专家继续反对 Bullshit。 河堤水位上升，淹没树林，专家逃走。主角建议炸毁河堤，引流避开城市，但会淹没附近的村庄，遭到村民极力反对，与 FBI 发生冲突，袭击直升机，井水喷涌而出，洪水从下水道汹涌而来，街道被淹没，洪水淹没了城市，也淹没了村庄，村民后悔不已。最后，在主角的指挥下，堆砌堤坝，挖堤引流，才慢慢将洪水排走。反叛准备毁灭城市，主角和配角合力制止，击败了反派。这是吧？我不甘心啊！看他还有什么想说的。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充满了欲望和仇恨，美好的事物在我面前，我却无法留住，我要世界感受痛苦。你错了，只有爱才是永恒的。加入我们吧。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当然可以，相信我。喂喂喂，你忘了他已经炸了三个村子，四个城市，昨天还干掉你的老师啊。他本性是善良的，我这只手都是他砍的，他已经悔过了。靠，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。你怎么被仇恨蒙蔽双眼了呢？